爱的校长、老师和可爱的同学们，我是三 A 班的高瑞灿，今天我要讲一个故事，我的幸运日。有一天，一只饥肠辘辘的狐狸正准备出门猎食，爪子磨好了，准备出门猎食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，咚咚咚，咚咚咚。喂，兔子，你在家吗？兔子，要是这里有什么兔子，早就被我都走翻了。到底是谁？狐狸推开门一看，哇，宝贝的猪啊！啊，是狐狸。狐狸一把抓住小猪，把它拖进了屋里。午餐哪都会自动送上门来，今天那烤乳猪要算好了。等一下，狐狸先生，你不觉得我太脏了吗？你不打算放洗一个香喷喷的热水澡来吃我吗？有道理。于是狐狸开始捡树枝、生火。帮小猪刷背。狐狸先生，你洗得真舒服啊，你以后开一间澡堂，我肯定天天来。开什么澡堂，你都被我吃了。好了好了，全村最干净的小猪准备给我进烤箱。等一下，狐狸先生，你不觉得我太瘦了吗？哦，你这一下就瘦。是啊，我很瘦，你不打算把我喂胖一点再吃我吗？有道理。于是狐狸开始做香喷喷的意大利面，烤香喷喷的饼干。啊，狐狸先生，你做的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，你以后开一家餐厅，我肯定天天来。开什么餐厅，你都被我吃了。好了好了，全村最肥美的小猪准备给我进烤箱。等一下，狐狸先生，我是一只勤劳的小猪，所有肉都特别硬，你不打算我按摩一下再吃我吗？有道理，这样肉更嫩。虽然狐狸已经很累了，但是他想吃嫩一点的肉，于是他又开始忙了起来，帮小猪按摩、拉筋，从头到脚的又捏又敲。这里这里，用点力嘛，狐狸先生。狐狸先生，你按得真舒服啊！你以后开间按摩店，我肯定天天来。狐狸先生，狐狸先生，咦，狐狸先生不见了。原来可怜的狐狸已经累晕了过去，连抬出指头的力气也没有了，更别说烤猪肉了。你不是我，那我这只全村最干净、最肥美、最柔软的小猪，带着剩下的饼干回家去了。今天真是我的幸运日啊！谢谢大家。